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8年7月12号星期四，农历是5月29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弟子给师父请安。谢谢。师父。啊。请你帮我看一下78年属马的。78年属马的是吧？嗯。嗯。啊，不行啊，你身上有灵性啊。嗯。啊，有几个？一个在你肠胃，经常还跑到你喉咙里，你的喉咙会痒，会咳嗽，啊。喉咙会痒，会咳嗽，对。啊，还有。嗯。在肠胃一碰到冷的。就会胃不舒服，胃痛，热的、冷的，你说的很对，你听得懂吗？所以这就是问题了。所以这个灵性呢，基本上属于上窜下跳，它还让你的骨关节、就是关节不舒服，脚酸痛。我的膝盖。对呀、啊，膝盖就是脚呀，膝盖呀。就下坡的时候，我的膝盖就会痛。对啦，它就是上蹿下跳呀，而且它让你的腰也不舒服，你的腰。对。你自己。然后师傅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我看看啊，你几几年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78年属马的。啊，他还经常让你不开心哎，他经常让你看不惯这个，看不惯那个的。对呀、对呀，就是不开心，很多烦恼。烦恼也没办法，烦恼也得做，明白了吗？对。我觉得你应该放下很多，你不应该再烦恼了，你应该想通一点了，好吧？师父刚刚在跟大家白话佛法开示，就是诸行无常啊，诸法无我啊，一个人不能有我相的，一定要放下。你算老几啊？你告诉我呀，你也不就从个小 baby 一无所有的到的人间吗？所以不要去骄傲啊，请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不可以。师傅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这个灵性看一看，属什么？属猪啊？属马，78年属马的。先念56章。56章。不行的话再念27章。27章。那么师父，我打胎的孩子有没有，还有几个呀？我之前有梦到几个打胎的孩子。三个。但是我还有三个是吗？不是，你做梦做到应该三个孩子。我做梦做到有五个。那现在我看到只有三个。上个是我，因为我有念小房子，然后我梦到有两个怀孕的孕妇啊。那好了，已经两个走掉了，对不对啊？还有三个，对，讲的一点不错。师傅，这三个孩子要多少张？看看啊，一个36，一个27，一个36。这个明星是不是孩子？不是哈。这个灵性不是，这个灵性我另外跟你讲，先讲两个孩子，一个36，一个27，好吧？而且有一个灵性，你36的那个灵性应该是双胞胎，双胞胎。被你弄掉了。师傅，要放生多少啊？等等啊，那个灵性你要慢慢念，要78章。哪一个？就是在你肠胃上窜下跳的那个。78章。然后你放生要放320条鱼。320条鱼哈。好吧。师傅昨天才去放生了。虽然帮你放的不多，但是希望你能够身体好了。啊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。师傅可以帮我看一下名字吗？快讲啊！我的名字我有取了有9个名字，你可以帮我选一下好吗？苏联人名字啊，这么长啊？
我要跟你讲我的名字出来吗？用不着，你就说几几年属什么的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我看哪个亮就是哪一个。七八年属马的。我看一下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吧？第六个是什么？第六个是冯慧心，冯两点一个马字，嗯，然后慧是一个智慧的慧，那个叫什么？下面一个姓字，这个慧，一横一个日，然后那个下面一个心字，这个叫什么慧？啊，车心慧本。不是车。车心、啊。一横，然后一横，然后一个油字，然后再一横一个心底。什么心啊？心心相印的心，最下面是一个心字底。你怎么连文化都没有啊？一个心，对不起，上面是什么啦？上面一横，然后一个鱿鱼的鱿。这不叫车啊？哎，哦、人家叫车心会呀、啊。对不起，师傅。笨的嘞，这个鱿鱼的鱿嘞。然后一个心是那个一个草头，一个心心相印的心。一个草头。嗯。下面还是个心啊。嗯。就是良心的心啊。嗯，对。就是一个比心的心是吧？对对对，啊。叫什么？叫整个叫加起来叫什么？冯慧心。嗯，很好。就是这个字最亮。你知道你选的里边最差的一个字就是第五个。第五个是冯木凡。看见了吗？又是凡、嗯、又是像木头一样没脑子的。对不起师傅，我不开智慧啊。啊，好吧，就第六个吧。嗯，好了。嗯，第六个你可以帮我看一下莲花还在不在，18403号。最后一个了，不能再看了啊。嗯。18403。你跟他讲。哦，打进一个电话看好几个的，有的，那人家打进电话、啊、人是不可以的。对不起师傅，我错了。还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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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、啊、那业障比例和图腾颜色呢？对不起。好嘞好嘞，业障比例蛮高的，34。34、哦、我上一次其实师傅我做梦梦到我菩萨跟我讲我的业障很多。看见了吗啦？嗯，图腾颜色呢？白马，白马哦，要多。你千万不要在网上看不好的东西，我跟你讲话听得懂吗？嗯，好的，对不起，师傅，我错了、嗯。不要没出息，一个女人、啊、不要没出息。师傅，我老公跟你，他刚刚开始休几天，然后他跟你讲几句话，你开示他一下好不好？没有时间哦，真的。师傅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刚刚开始受了我老婆的影响，对啊、开始在修心灵法门。你要看，你看你老婆变得越来越好了，你就修；她变得不好了，啊、你就别修。听得懂吗？啊，是啊，就是因为她有她的卡启示啊，我才觉得说心灵法门真的是哈、很好，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法门，我要开始在修了。对呀、啊。那么是因为有一点小事要请教一下师傅哈、啊，借助这个机会。我是因为最近也是很烦，因为一些钱我钱财收不回来，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师傅，我是念礼佛大忏悔文，还要加上准提神咒，准提神咒是心想事成的经。你要求，你要跟菩萨说，在这个问题上，菩萨我忏悔自己做错的，然后呢，菩萨才会原谅你做错的，然后对方呢才会还给你。好的，对不对啊？那请问准提神咒要念多少遍？49遍，每天念，很短的。每天念啊，礼佛念3遍。礼佛念3遍，你就念这两个，求菩萨保佑，希望这些钱财能够还回来，而且这个钱财你还要拿出一些来做功德，就是放生啦，要跟菩萨讲的。好啦，没时间了， 好吧？好的，嗯、好的好，谢谢你，好，好再见，谢谢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看见吗？人家看见自己的太太变了一个人了，像菩萨一样，人家先生就修了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师傅。你好。你好。嗯。师傅，等一下啊。请讲。听到吗，师傅？请讲。好，师傅，这里想问，1985年，女的，属牛。
看什么讲吗？啊，他的健康。胸部这个地方不好。OK。腰部不好。啊，对对对。我告诉你啊，腿啊，血脉不通啊。Oh, 手脚有些发麻，你去问他。嗯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嗯。还有，如果他想问哦，他的胃部和他的肾部那边，什么部啊？胃部和哪个、啊？还有哪个地方啊？胃部。啊。还有一个地方呢？他的肾部，他肾部、啊、肾脏，哎呦，肾部、啊、对，肾脏有问题啊。啊，肠胃没有大问题。OK。肠胃没灵性，肾脏有灵性，一个眼睛的、oh. 一个灵性，一个眼睛只有一个眼睛。嗯。一个眼睛，我想大概是应该是动物，因为我只看得到它、嗯、看得到它半面的灵性，就是一个眼睛的。OK， 好。嗯、那么师傅，他要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？86。86张，放生多少呢？2000条。2000条。那么师傅，他这个肾脏这边呢、啊、有关跟他的369个节有关系吗？肾脏那边干嘛？ 369 啊，当然有关系了、啊、如果灵性在369的时候，他就会找你麻烦。明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嗯。好，那么师傅，他的业障比例是多少呢？业障比例28。28。他的图腾颜色呢，师傅？属什么？牛啊。属牛，对。嗯。嗯，偏深一点点。嗯。偏深一点点。嗯。好，师傅，我这里可以问多一位吗？快点，快点。好，1987年，女的，属兔。1987年，属兔，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1987年属兔，1987年属兔，嗯，啊，在头上啊，睡眠不好、哎，颈椎不好，嗯，哦，经常会突然之间不开心，嗯，不愿意跟人家讲话，嗯，哦， okay、吃东西挑三拣四的。喜欢洗澡、哦、身上老觉得自己不干净、哎、嗯嗯，就是这个灵性。好了，是不是他的打胎孩子呢？不是、啊、哦，是一个他的打胎。我看看这个女，这个是一个青年女人，大概28岁左右。哦，嗯，哦，他打胎的孩子，他打胎到现在有多少年了？啊、师傅，对不起，我没有问到。哦，如果有20几岁的话，那就说明就是这个灵性了，它也会长的，灵性也会长的。哦，嗯，哦，啊，明白明白。好了，好、啊，师傅，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小房子，念86张啊。86张啊。嗯。OK， 那我师傅他的业障比例是多少？32。32啊，师傅。嗯。好了，哦，他的炼金质量呢？一般，嗯，还可以。一般啊，还可以。嗯、好，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好了，再见，再见。感恩师傅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哎，感恩师傅，那个，他们自己一让自己呗。1982年属狗，女的。82年属狗。嗯，看到了，想看什么讲吗？那个，看他的修行怎么样，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有，业障比例。有，他头上啊，他头上有三个一条一条的黑纹。哦。脑袋里边，所以他什么事情都是想不通，总是不是马上做，总是要想一想再肯做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有时候。有时候
开始想做，过一会儿就不想做了，听得懂吗？对对对对对。而且懒得臭要死，而且晚上的时候连小便都不肯爬起来，经常的。嗯。嗯。那个多少小房子的时候？多少小房子啊？对。先念21章，之后要念67章。67章。放生呢？放生1300条就可以了。1300条，嗯，那个他的修行方面，就是刚才您说的呗，还有什么要给他提醒的吗？修行方面，修行方面没什么，不要修修停停啊，不能退转，明白吗？修行靠个人的，完全是个人的意志的，不是听别人讲的。昨天博客上看见吗？有一个人看着啊，有一个人开始的时候啊，看到一个负面的文章了，马上吓得嘞。结果一年之后他自己学了之后他后悔了，他说这么好的法门呢、啊、他震撼了，对不对啊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你要自己好好的，你就像你一样的，人家说这个菜不好吃，你要尝一尝的呀，对不对啊？对呀、啊、对呀，自己有一个伟人也讲，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，你自己要先尝一尝的呀，你不是听人家说酸的甜的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我问你，人家说苹果都是对对对都是甜的、嗯，你吃到过酸的不啦？那我肯定不相信，我得去尝一尝。嗯，对啊。对对对。你去尝一尝嘛就好了嘛，没有脑子的人才听人家讲的， 对不对啊？啊，好了。是是是，对。好，然后他的莲花18459。18459在天上。啊、很好，没下来。然后没下来，很好哈。行。然后有一个那个1988年龙女的，她的业障多少？1988年属龙的，业障26。啊，那个修行方面，您得指点一下。脾气不要大。啊。不要像男人。稍微有、稍微像女人就好了。嗯。什么事情嘛，温柔一点，明白吗？嗯。好了。明白。嗯。嗯，好，还有一个亡人吴玉英，吴玉英，一共要多少张小房子？英是什么英啊？英雄的英。啊，吴玉英，吴英，吴玉英。吴。英嘛，英雄的英要往上跑的，吴玉英是这样的呀。对。吴玉英，吴玉英。吴玉英。什么时候死的？嗯、那个前年，2016年。脸还蛮大的，看到了，短头发。嗯。对对对。对对 对, 对，阿修罗。阿修罗，他还要多少？他是我姥姥。你老了、啊、看看啊，还要给他念78章啊。78章，师傅，我还想请教您呢，我寻思明天打电话呢。那个昨天我梦上我姥姥给我托梦说的，让念就是我妈妈化解跟我姥姥之间冤结的那个10万遍的解咒，他说的你妈要再不给我念，你看我就是那个不把他怎么地啊。我告诉你，你妈妈跟你姥姥的恶缘很深，叫你妈妈赶紧念，因为你姥姥现在可以，我告诉你，她在阿修罗，她很厉害的。我刚刚看到她，对，很厉害的。啊，为什么她会？我刚刚看见她，因为我刚刚讲她名字，笑她了，所以她就出来了。她现在，我告诉你，她现在就是跟你妈妈这个冤结很深，你妈妈不弄。就如果不给他念的姐姐咒，我告诉你，他叫你妈妈脖子上啊，就喉咙里啊，咽喉啊，会长东西的。啊，已经扫完了，动完手术了。师傅，你说的太灵了、嗯。看见了吗？动完手术了。动完手术，动完手术已经搞过他了，接下来还要搞他这个地方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啊，那两刀。师傅，您太灵了。太灵了，我一看嘛就，因为他跟我讲了嘛。他说他还要弄他喉咙，看见了吗？我
我的天哪，那师傅，你看，就是之前那前是我妈妈，就是脖子上就是起那个大包的时候，我当时给她取了80张小房子。后来吧，我妈第二天就给做手术了。完，我就是一直没念，但是许完之后，我肯定是会念的。那你说我家里给我开了78张，你答应的，所以你姥姥不开心了呀。我都是以我姥的名义从我这边念的，我就是没从我妈的不行这头念，就是应该就是应该叫你妈也要念。现在他不听话呀，他就给我姥念往生咒，他就光给他念往生咒，然后我给他念小房子，这样能行吗？你今天把我这录音给他听，他要是再不听话的话，他第二刀准备吧。我看一下啊，他现在说给他7个月时间，很快长出来，最后5个月过了之后，2个月长这个东西，再长出来，长得很大，跟上次一样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的妈呀！那开出来，就是、我妈开出来那个瘤，你妈妈开出来那个瘤里边都是脓水呀、啊。你说太对了，就鸡蛋黄那么大，烦的。就是他给你，我跟我妈说说话，就是给说说话，就是眼瞅就长起来了。我妈还说呢，我妈说是不是我跟你说什么话不对了，就长出来了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我这个叫姥姥给他的，赶快念吧。就是他必须得念那个10万遍解结咒呗，是不是？两个人一起念吧，我妈妈念两个人一起念吧，不好好念出事了。天哪天哪，你妈妈再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姥姥要抽她嘴巴，她嘴巴都会歪的。那师傅，你说太灵了，都已经，师傅以前说的对了，这都是之前，嘴巴都歪了，这都是之前已经，太对了，师傅。太对了，太对了、你赶快把这个录音给你妈听。否则他还不相信呢。行，行，对对对，您说的太对了。好吧。哎呀，感恩您师傅，行，谢谢您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自己让自己背，感恩师傅，再见，拜拜。感恩你，再见。相信的人是福气呀、啊，不相信的人没福气呀、啊。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的呀？所以像一个新的产品出来，很多人用了，哎，就很好。有的人不相信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看电脑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还在用算盘呢。你说你不相信，你不用电脑的话，你不是吃亏啊？你当然应该用新的了。你看现在用电脑解决多少人间的这些过去的那种繁琐的那种工作啊，储存量多大，多开心。他是不是电话没挂？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是师傅吗？是啊。喂啊，师傅，给师傅请安。啊，谢谢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55年的羊，我妈妈。55年的羊。想问什么讲吧？他的身体是吧？他的身体。我看一下啊。他的身体。啊，叫他。啊。这个肠胃这个地方，一直到下腹部啊。腰啊，这个地方都有黑气，明白了吗？而且跟他讲啊，你要叫他当心啊，他这个脖子啊，这个腰椎啊，肩椎啊都不大好啊，是酸痛，经常酸痛，明白吗？对对对，而且他有一个脚也不好，一个脚很痛，明白了吗？是关节吗？对，就是关节。是的，是的。还有我告诉你，有一段时间睡眠非常不好。对的，对的。我就跟你讲了。我想问一下，我妈妈那个乳房，她的乳房有没有问题啊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55年属羊的。啊，她右乳房不好。右乳房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要叫他念小房子啊，他有掉过孩子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哦，身上还有孩子是？对。师傅需要多少张？一个女孩子。啊。一个女孩。啊，我梦到过师傅。看见了吗？哦，对的对的，我梦到过，哎呦，太久了师傅。师傅需要多少张孩子？多少？他的孩子。嗯。多少张小房子？我看一下啊。这孩子要49，先给他49。49。如果他不走，好的，再给他29。
好吗？哦，好的，知道了。你妈妈人挺好的，但是你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不但乳房这个地方有问题，而且她的子宫也有问题，她有肌瘤，嗯。哦，是，以前有的。哎，我跟你讲了，对的，你记住了。而且现在小便也不好，妈妈小便也不好。哦，对的，对的。哎，背后长一个脓疮，我告诉你。啊，背后有脓疮啊。啊，就在皮肤里面了。哦，对，在皮肤里面，就在哪里知道吧？在脖子下来，这个手胳膊肘啊，后面有一块骨头不凸出来的，就在那个这个地方。嗯。有一个小的疮，哦，你问他。哦。左手啊，是的呀，是的呀，左手这边，呵呵，嗯，有的，他背一直不舒服的，他说有虫在爬，看见了吗？一样在爬，看见了吗？嗯，是的，哎呦，师傅厉害吧？厉害，厉害的师傅，好厉害啊！师傅，那我妈妈需要多少小房子啊？你妈妈小房子要67张，67张，她的药精者，哎，包括给这个小孩子，哦，好吗？嗯，好吧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你妈妈要多喝粥，多吃多喝粥。多喝粥，因为她的肠胃白粥，肠胃太凉，所以有时候不消化，所以你要叫她多喝热的粥。嗯，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明白了。我妈妈是不是晚上睡得太晚？她拼命念小房子，念到是晚上12点，小房子，然后早上5点又起来开始念。她念的质量好吗？很好啊，她念的很好。他本来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他本来啊，他本来啊，在去年就是初，就是前年的一年尾和去年的初，他有个劫，哦，他会摔倒，或者会生一个什么病啊，摔一下也不知道什么，有一个劫，啊，你就问他好了，这个劫啊，就是现在过了，嗯，就是靠他念小房子的，嗯。哦，对对对，他念的好卖力啊！哎，那师傅他还要放生多少？放生慢慢放650条。嗯，650条。哦，好的，师傅，我再问问我妈妈的莲花，12238。12238。12238。12238。啊，莲花还在，嗯。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你妈妈人挺好的，人挺好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我妈妈帮人家，嗯，帮人家全心全意的，嗯嗯。对对对对的，师傅，嗯，哎呦，他好热心啊！啊，他好热心，啊，非常热心。对的对的，师傅，我再问一下，2007年的猪。只能看一个问题了，没时间了。啊。2007年的猪是吧？2007年。嗯，对。看什么？问他的学业，脑子有没有问题啊？就什么事他们都不用心。他的右脑啊，右脑有一块黑气，这块黑气呢，我现在伸进去看呢，就是他看那些不好的东西，电脑里。哎呦，是的，是的，啊，之前看过的。啊，看那些黄色的，还有一些游戏的东西，我都现在都看见了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他的嘴巴这里两块肉蛮大的，嗯。嘴巴。就是他的脸像啊，就是嘴巴这里啊，头这里，嘴巴这里有两块疙瘩肉啊，就是蛮大的啊。啊，嘴巴的嘴唇呢还是蛮厚的，嘴唇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是的。师傅好准啊，师傅那他这个没事，这个业障要多少张？先给他念49张吧。嗯。哦，他自己念的行不行啊？念得蛮好，念得蛮好，这小孩子不会坏的，你放心。不会坏的哦，感恩，绝对不会坏，有前途的。好了。哦，感恩师，感恩师傅。好了好了。问一下，我们家佛台有没有菩萨来？济公菩萨来过，观世音，真的，观世音菩萨来过2次。因为你们家的花不好啊，你供什么花啊？你们家百合花呀？什么花？百合花。百合花不要供了，怪不得的，哎呦。啊，去买几只，啊，去买几只那个吧，叫富贵竹啊，就是那个。富贵竹我们也有供了，一边供了5只。嗯，但是供了四个花瓶。但是我看到你这个百合花，百合花最好换一个花种吧。百合花你是供在那个富贵竹的下方下面的。对对对，哎，对的对的，我都看到了，哎，有点烂，有点烂，有点烂。
哦，烂了。就是有味道了，哦，有点臭了，嗯。啊，哦，好的。好吧。嗯。百合花不能，嗯，不能放的时间太长的。好了好了，没时间了。哦，再见了。哦哦哦。嗯哦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啊，向你妈妈问好啊，感恩师傅，向你妈妈问好。哦，谢谢谢谢师傅。好，再见。嗯，感恩师傅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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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恩再见再见师傅，再见再见啊，再见。五月一夜再见。啊，再见，好好念经啊，好好念经啊。哦，感恩五月一夜，再见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好。